海叔云，两条对蛇龙鸟，水毒入场之称，意念之毒，族人是田鹿、狼、动物。哦，好。出力英雄两队的主角，但是对谁一起起背叛，却因方向不同，上演一地混乱。哦，哦，一击突破，飞龙一分。功用不准发，意外武功，自身力赢不了我。指定用天不怪四分之，用了一通三步，已无胜算。外武功也不及功用不准发，龙头秀。啊！都是一瞬一变，如龙雕汹涌一更，身后诸目顿感压力提升。朱红哥，威红鼎心，是本地就会不雄破空棍，以精神合力，此阵人心一阵不好。一记苦刀，深深了解彼此的对手，让剑刀破入胸中。好，分之四，剑气分之，重点用手，刀上化体飞攻，深深的音，即声交融。一个高脚，威胁森林之雄，吞噬身后诸目。哦，哦，身体挥动，红了眼，铁了心，剑道的两人，正是为了对方救星。威慑性，无三不动一剑魂。好，勇士以孤军变中，我以为我一定会赢，原来我也未真正了解蛇村的厉害，那咱就用决心来证明。好，化功已经。盈盈杀气，必定盈盈。作案中的刀法，即穷尽危险路。啊！回归最原始的剑道，什么战一刀不会。最后一刀。精神刹那之间，他无打出东西，就已失去结束。好，啊！什么？你唔识我？这个问题我也要问你，你为何不拔刀就出招？我，你不仅凶我，
我今心失灵。永生，你始终是我最疼爱的弟子。我真希望能当死在你的手下，这样我就无需选择立场了。立场多着，我失败了。